大家平安哦。我来讲两项宗教的消息啦。啊，这两项拢和 Pope Francis 有关系啦。第一项伊咧讲起什么是地狱，啊，第二项伊咧讲起什么是天堂，吼吼。啊，所以啊，第一项吼，关于这个地狱嘅代志吼，讲意大利有一个杂志咧讲起，讲 Francis 吼，后人有这个地狱嘅存在啦吼。啊，即有一篇文章咧讲起讲无，伊无后人，变作是伊安怎解说啦吼？哦，啊，伫遮有讲起讲2016，伊有讲起讲。什么叫做地狱？地狱是 far away from God for eternity， 离开上帝，安尼永远离开上帝，安尼就是地狱啦。啊，讲2015有一个查某囡仔捌问这个 Pope， 讲该问一个问题啦，讲。If God forgives everyone, why does hell exist? 假使上帝赦免每一个人，为什么地狱还佫存在啦？吼，伊在问啦，吼。啊，John，啊，这个Pope Francis讲吼，啊，this is a good and a difficult question， 哈。啊，伊安尼解说讲，啊。讲原来有一个天使吼，真骄傲啦！啊，伊要爱亲像上帝的地位啦吼。啊，上帝要赦免伊，但是伊讲 ：“I don't need your forgiveness. I am good enough 啦吼。”伊讲这就是地狱的来源啦。啊，所以讲地狱就是。Distant from God, because I do not want God's love. This is hell. 你无爱上帝的爱，这就是地狱。啊，伫现代的这个神学家吼，一般拢有同意这个 Pope 的看法啦。讲地狱唔是迄个火安尼咧烧。亲像圣经咧写的迄款啊，it is hell is about our freedom to say no to God, our freedom to reject love and choose loneliness。讲咱无爱上帝，啊无爱听，爱要孤单。所以这个地狱会使讲叫做 absence of love, compassion, communion。伊讲 ，we are not sent there, we choose it。咱家己选择要去地狱个啦。所以讲，伊讲 ，God did not create hell, we did。上帝无创造地狱呢，是咱家己创造个啦。不但这个 Pope Francis， 迄个前两任的这个教皇哈，叫做 Pope John Paul II， 后首相的这个理论啦，伊讲伫1999哈，伊这个 Pope John Paul II 对这个8000多人的观众，啊你的。咧伫梵蒂冈咧演讲吼，啊伊拒绝讲即个physical literal hell， 讲迄个安尼物质上的地狱啊，迄个讲啊底下永远的火咧烧即款地狱啦，伊讲唔是安尼啦，地狱讲 rather 吼。
hell is separation, even in this life, from the joyful communion with God. Ông tỳ kiết, họ đang hiện tại ai kinh nghiệm tỳ kiết là, đi quy cấp thượng đế cái hồ cái cầu thông. Còn Thánh Kinh sau đây còn ở tỳ kiết họ, là trong symbol, 象征啊。不是实在讲 hell rather than a physical place， 讲这个地界不是一个所在，人要去的啦。Hell is state of existence。你现在生诶，这个你的生存诶进行啦。你若有迄个爱，迄个生活。就是你有，你不是在地界啦。啊，你的生活若无迄个爱吼，你就是在地界啊啦，是人家己选择的啦。讲这款看法咯，连这个福音派这个 Billy Graham 吼，嘛是安尼讲呢。哦，那普通福音派拢讲做地界是真正是永远的火底下咧烧，真正的火。但是这个 Billy Graham有捌讲到讲，即个地界嘅代志，伫迄个《Time Magazine》1993遐吼，伊讲 Hell means separation from God 啦，离开上帝安尼就是地界啦。We are separate from His fellowship 啦，哈。That is hell。伊讲关于这个，安尼讲真正的火咧烧吼 ，Billy Graham 讲起讲 ，I do not preach it， 我无安尼咧讲到讲到讲地界都是真正的火安尼咧烧啦。啊是啊，讲是安怎，我讲到未讲安尼吼，讲 because I'm not sure about it， 我都无确定讲有这款代志咧吼。伊讲圣经所咧描写这个火吼，伫这个地界吼，是一种 illustration 啊，一种解说，一种啊是象征啦吼。啊，那安尼讲起来，这个Billy Graham 甲这个 Pope 讲的，拢有这个相像的所在啦吼。啊，咱过来看讲基督教，你讲起这个 hell， 这是这吼，也是个观念吼，有渐渐的改变了。有受基督教这个地界吼，有受这个犹太人甲希腊人的这个影响了吼，古约有讲起。讲人呐死了后吼，大家人拢去迄个一个所在，叫做西奥，毋是地狱，有当时会使翻译做阴间啦吼。因为古约嘅时代吼，无咧讲到天堂地狱啊，无讲阿伯拉罕即个有大信仰嘅人死了去天堂咧，啊那歹人去地狱无安尼啦。好人歹人拢去地狱啦，拢去阴间啦，拢去死哦啦。那安尼讲起来，这个上帝的审判伫倒位？那古约讲哦，上帝的审判就是伫地面上啦。你呐有信，对上帝有信心，有听，你会当会受，你会生较侪囝，国家愈侪囝，迄愈。上帝的祝福吼，你的好业，这拢上帝的这个祝福啦。啊，你若违背上帝，你若歹人吼，你就去善向这个较早死，啊，佫较无瘾啊。但是这个观念，伫古约。
到尾也是搁改变啦。是安怎？因为犹太人受这个叙利亚的压迫，啊，因讲叙利亚是歹人，咧迫害犹太人，啊，犹太人遵守上帝诫命，啊，这个叙利亚咧甲因迫害，互因死。叙利亚是歹人，啊，这个犹太人是好人，啊，死伫地面上也无看到讲，迄个好人受祝福啦，也无看到这个歹人受刑罚啦，啊，大家拢爱去地狱，拢要去死哦，感觉安尼无合理啦吼，所以这个宗教的观念吼会改变，怎么？讲这个到旧约的尾啊吼，较讲到讲有这个死人复活啦，啊，这个义人甲上帝同在，歹人受刑罚，啊，迄个观念啊，叫做Gehenna，这个所在就是底下有火咧烧，歹人去遐，所以。对面的古约，人死了是要去倒的吼，就爱安改变啦。啊，到这个新约也是受这个古约影响啦，啊，受这个希腊影响，所以伫圣经迄、那个新约的圣经吼，都、就是用希腊语写的啊。因为这个 Alexander the Great 征服世界了，这个希腊的文化传播各所在啦吼。啊，这个希腊有一个观念叫做 Hades， 讲 Hades 是咧指讲这个地的下骹迄个所在，讲人死了拢去迄个所在吼。啊，但是迄个所在。好人甲歹人有区分，无讲同一个所在啦，有即款啦吼。伫新约，照圣经学者讲，即个马克吼，有用到即、這个即、這个 Greek 啊，即、這个毋是迄、那个，或者犹太人的观念 Gehenna 啊 ，Luke 有用到即个希腊人的观念。Hades 啊，啊！伫基督教的历史吼，这嘛是一个咧死后的代志，底下个咧演变，有两个无相的学说出现啦。一个叫做 Universalism， 即说吼，讲是讲上帝那是听吼，伊到尾会拯救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拢会得救啦，所以无地狱啦。这是 universalism。啊，个一说叫做 annihilationism， 就是讲，死后有人甲上帝同在，但是迄个歹人呢，唔是去地狱。Annihilated， 咱无去啦，消失去啊啦。安怎讲？好人吼有 eternal life， 啊，这歹人 no eternal life， 安尼就是啊啦，无讲底下咧受刑罚啦吼。啊，伫现代这个观念吼，这个天主教这个 catechism 因呢。因的这个教条有讲起讲，因有相信讲地狱是 eternal， 但是这个是有迄个 pain， 但是这主要这个 pain of hell is eternal separation from God。这个地狱的痛苦是咧指讲
你离开上帝了。啊，那安尼，咱要安怎了解哈？哦，圣经真正有写着讲，地狱吼，的火是永远在烧了。那保守派基督徒讲，是啦，真正你那无信耶稣，就是去遐刑，是会刑罚的。那开放派的，迄、那个火，永远的火是一种 metaphor， 一种譬如尔啦，象征尔啦。为什么？因为你那承认讲有迄个永远的地狱的火在烧。哦，你相信安尼？啊，佮相信讲 ，God has eternal, infinite love， 上帝有无限的疼。安尼两，安尼互相矛盾啊！你若相信讲 God has infinite love， 无限的疼吼，上帝袂予人伫遐永远受刑罚。不可能啦！啊，你若要承认讲有 eternal fire， 啊，真正的烧吼，你就爱否认 God has infinite love 啦，上帝毋是真正永远的疼啦，所以才有这个永远的第一存在啦。所以这两个物件未当讲同时存在。尤其是咱有讲起讲，这个地狱的观念随时代的变化，啊，你到底死后是安怎样啦？关于这 after life 哈，我想哈 ，we do not know， 咱不知啦，因为无法度通证明啊。咱所在，咱的知识是限于现在现。今生啦吼，将来代志，那唔知宗教上讲，这叫做 belief 啦，相信啦，我相信 belief 甲 know knowledge 无同款啦 ，belief 是无证明的哦，我相信还无证明，但是这个 belief 有两种啦。一种 blind belief， 盲目相信，但是一种 belief 是 reasonable belief， 合理的相信。啊，合理的相信是安怎？你若相信上帝是永远无限的听吼，合理的信仰就是讲无迄个永远的地狱啊，永远的火啦。无啦，啊！即马我来过来讲起这个 Pope 咧，讲起天堂啦吼。这个有一边，这个 Pope 吼对囡仔咧讲道啦，啊，讲道了吼，好囡仔咧问问题啦。啊，有一个囡仔吼，安尼走去遐要问伊问 Pope 一个问题啦，但是吼一直咧哭，讲袂出来啦。啊，这个 Pope 拢啊叫伊来，啊无带伊耳孔来讲啦吼，才有一张相啦吼。这个囡仔拢伫这个 Pope 吼。耳孔安尼轻轻啊讲啦吼，啊，这个囡仔是咧讲安怎呢？这个囡仔叫做伊妈牛哦，伊讲吼，阮老爸是好人啦，但是伊是无神论者啦，无信上帝啦，啊。啊！因老爸吼已经过身啊啦，无偌久过身啊，讲 Is my dad in heaven？ 问 Pope 讲，阮老爸是有伫天堂无啦？阮老爸是好人呢。伊讲，
阮老爸伊虽然吼，老爸虽然是无信上帝吼，但是伊互伊四个囡仔拢去受洗礼。啊，这个婆婆安怎讲？婆婆讲，恁老爸吼。讲无迄个信的即个文书啦吼，无信上帝，毋是信仰上帝的人。但是伊有用阮伊的囝子去受洗礼啊。所以 Pope Francis 讲 ，Your father has a good heart， 有好的心呐、啊。Pope 讲哦，心人会当去上天堂吼，伊讲上帝咧决定啦，啊，但是上帝的心亲像老爸心 ，the heart of a father， 啊，所以这个 Pope 问这个囡仔啦，问讲上帝敢会放杀？这个姨妈娘的哦，这个老爸，伊是一个好人，上帝敢会该放杀的？啊，遐个这个囡仔讲 no， 啊 ，Pope 讲 that is the answer， 这就是回答，就是讲上帝别该放杀嘛。伊讲起讲。讲上帝会为着恁的老爸来骄傲，因为信上帝的人，让囡仔去受洗礼，这是足容易；但是无信上帝，搁要让因去受洗礼吼，这足不容易。啊，即马讲这篇文章吼，讲起讲。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Francis acknowledged that atheists can work for good. 这不是第一遍，这个 Francis 相信讲无神论者吼爱去做好了。这个囡仔就是这个啦，真正代志就发生了吼。啊，伫这个以前吼，2013吼 ，Francis 讲起讲这篇文章，讲起讲 Pope Francis say atheist who do good are redeemed, not just Catholic。就是讲，迄个无神论者若做好吼，就会得救，念天主教都会得救念啦，无神论者若做好，讲每一个人，上帝拢要拯救所有的人啦吼。这个 Francis 强调讲，这个doing good 的重要性，讲大家人若会做这个好吼，这世界就会当和平。伊讲起讲，马太福音有咧记载讲，耶稣的门徒看到讲有一群人，伊无咧跟耶稣，但是伊若咧做好啊，因这个门徒未了解，因无咧，因 they are not followers of you， 为什么因会做好呢？啊，这个耶稣给因劝，给因改正啊，吼，给因门徒改正，讲，唔通阻止因，互因去做好，因为这个做好，这个是上帝创造，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有这个做好的可能性啊，吼，因为伊照伊的形象。来创造人，所以上帝要爱护人，去疼别人，亲像家己。啊，一个天主教
即个 Father James Martin 咧解说讲，即个 Francis 讲，将 Francis 所咧讲，安讲啊真清楚啦，比以前嘅教皇讲，基督诶即个牺牲是要拯救所有嘅人，讲连即、這个保罗伫提摩太前书也有讲起讲。基督的死是 ransom for all， 是为着所有的人来牺牲啦。啊，所以伊讲，就讲起讲，讲咱就爱知影讲，上帝无予人限制伫一个 narrow category， 上帝爱拯救别人啦吼。啊，咱来看吼，讲。这个新教，这个、罗德马丁吼、哦，咧讲起因信称义。我咧想讲信啊，但是恁若无听的行为，这个信是空的嘛？我感觉耶稣咧教，唔是因信称义啦，是因爱称义啦。因为耶稣继续咧讲起，你若爱听，爱听的行为。所以在这里那保守派都想说信耶稣的人才会得救，但是比较开放派相信说所有的宗教都在说去拯救了。God cannot be confined in a small box， 说上帝不能让人限制在这个小的一个 box 了，我们不能将上帝的限制在基督教，这个上帝是怎样基督教的上帝，这个上帝是怎样在拯救基督教的人，当然不应该这样 来相信的、哦到底什么是天堂？我想天堂也不是一个所在啦，也不是一个，是一种 state of existence， 真像地狱那嘛 state of existence 啦吼，你若有迄个听吼，你就是天堂啊啦，啊天堂唔念现在会当经验，将来经验啦。圣经所咧讲天堂哦，诶路拢是金的吼，卖个安尼个，看作迄是真正的啦。那是 metaphor 啦，那看作讲迄真正，安尼就天堂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啊。迄金啊，迄墙是拢宝石吼，迄是咧一种 symbol metaphor， 讲天堂是一种理想宝贵的生活啦吼。嗯，这是我的看法，多谢。